Hello， 欢迎回来我们的阴思路啊。上一次我们逃离了那个隧道，那我们这一次的，诶，等一下，我先试一下这把枪。哇吼，帅！这个慢动作太好玩了啦，来打一下僵尸。爆头！就啪！喷血！哦，再一个，再一个，再玩不腻啊！哎、欸，没有中！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他怎样？他居然会吓跑！僵尸有吓跑的时候，这应该可以吧？擦身而过啊，怎么可能？慢动作擦身而过，哎、欸，他也吓跑了啦！最 miss 的时候，他会有出现 bug， 就是。人物会吓跑，打身体也比较稳定一点。我打头，我就是要打头啊！哎、欸，就只差一点点了。不要跑，不可以跑，就是你了。最近是怎样？常常 miss 啊，打不到啦。背过去，子弹就这样穿过去啊！等一下我吸引到丧尸，对不对？不要跑啊！来啊！就你！哎、欸，太近了，太近瞄不到、哦。哎呀，你在干嘛？原地踏步啊！我看人只能打远距离了。哇！是啊！哈哈哈。OK， 我们这次任务是要去这个伐木场。那尼根在这边有一个小型的部队，之前的敌人不是很多，但是分布在其他的地区。哎、欸，等一下，有一台车。耶、欸，这里居然有动物啊！而且看到我居然不会跑、欸，哎，安静吃它的小草。眼看太阳要下山了 ，OK， 这边有三个守卫在大门口，不晓得在送什么东西啊？啊，这边有个哨站是吧？把它干掉！咻！哇，这应该可以爆头啊，对不对？不会动来动去的。哇！哇，这个 view 真好，跪下！马上引起了骚动啊！不要走，就是你。哦，跟他太太在喝咖啡哦。哦啊，翻过去了。哦，跑过来，跑过来了。卖照，卖照，咻！哎、欸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中吗？哦，哎，动画不见了啊！没有中啊，难怪。应该可以吧？哇！哇！一枪毙命啊！等一下，等你跑上来，我就已经跑走了。来，赶快上来。往哪去了、啊？灯会躲啊，应该在下面啊。先找个地方掩护一下。会不会在这里啊？有看到人啊？啊，已经上来了、啊，就是你了。哇！OK， 至少哨站的士兵被我干掉。先看一下下面的人，跑过去，啊，先趴一下。有人冲出来，冲出来！碎，我先把动画关掉，动画会让我的电脑 lag。OK，
哦，已经起雾了，慢慢有雾出来了。这样，哪里有敌人啊？看一下，这里有一个。发现晚上起雾还蛮好玩的。这里有两个人哎，咻！这人让我打。哎呦呦呦，差点摔倒。该不会有埋伏吧？等我过去啊，是吧？我来这里干嘛？避免他反击啊，先把他清掉。哦，欸，我先回一下，应该没有人冲出来吧？先隐藏一下。哦，被发现了，你干嘛？不要走啊！哎呀，我怎么走？我怎么一直按到？他跑走了啊！可能是用隐身的关系吧，看不到我在哪边。应该很多人哦。有有有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电力不够。干嘛开灯啊？开灯就知道我在哪里了。先把灯关掉。奇怪，玩躲猫猫啦。上次过来，上次过来，没有像之前那么多。哎，还是有，还是有，过来了，过来了，你把它干掉。我发现他这个小基地居然没有很多人守在这里。哎，这样有两个人，隐身。至少先减弱一下他们的势力啊！哎，好。哎，你想干嘛？有人发现我了，还好我隐身，他看不到。哎，现在不是丧尸啊，丧尸看到我就跑。哎，他怎么站起来？不太合理耶。中了两三枪还可以站起来。下面好多丧尸啊，一整排全部都是啊。然后有人看到我躲在旁边，我躲在草丛应该看不到我是谁吧。啊，等我一下，等我一下，我去找你啊！不要动啊，不要动啊！我来了，我来了哈！奇怪，这个配备怪怪的，就是你啊！你先躺着吧，先隐身一下。奇怪，他这个配备好像有点问题。你看他旁边已经出现白白的光了，可能刚才中弹的关系，有些设备坏掉了。
这里会有人吗？对呀，那边站的那个是谁啊？他好像是丧尸啊！他们好像是可以闻到我的味道。你怎么这么灵敏啊？所以开隐身对他们没有用，对人类有效。看一下这边有什么特殊的东西吗？很多货物啊。怎样？那个人追着我走。这次可以获得很多木头，木头之后我们可以盖很多围墙出来了。等一下，我刚刚只是那个招式怎么用的？好像可以跳很高，然后重重往地上一打吧，我想。我等一下试试看这个招式。附近还是很多敌人啊。一个都不放过，好。这边敌人不是很多了，哎，我们现在先离开这里好了。没有带足够的水跟食物啊，可能要先离开这里，先把一些丧尸，不会大妈离我远点，哎。怪怪，这是。工厂怎么都是女性的丧尸比较多啊？哇，这里有超多丧尸啊！啊，你应该会比较安全一点了。这要怎么下去啊？我想。OK， 我现在前面有个光啊，一个小营地吧。哦，哇塞，就这样摔倒了，然后有点受伤的样子，感觉附近好像还有人的样子，随时准备好。至少我们还蛮顺利的这一次的任务，这次任务还蛮顺利的，OK， 现在在大马路上面，好，先把退后退后，要过来，我散弹枪，那个气氛好诡异啊！原来这还有个人啊！我在里面看不到。哦，要突然出现好不好？啊，有个丧尸过来，哎，躲在草丛里面。哦，不少哦。果然散弹枪威力比较大。贼，居然躲在后面。哇，翻过去了。哇。威力好猛啊！哇，这个佣兵死状甚惨，好惨！这我突然出现的啦！
哦，看来他们还是有一些增援部队已经支援了。哎，等一下，上次过来，上次过来，要过来啊！我们先去看一下啊、哦，我们去，等一下这是什么？伐木场嘛，对不对 ？OK， 我们先到上面这个缆车的地方看一下。缆车好像有在营运啊，我们进去看一下好了。要怎么上去啊？啊旁边好像有楼梯可以上去的样子。先看一下这附近有没有其他的敌人啊？看起来是还蛮安全的。跑太快也麻烦，没有钱可以做哦。下面过来了，而且还蛮多的呀。他们是要绕一圈上来抓我的。哎，没关系，我来找你们了，对不对？这样子怎么过去啊？跳！哇，来来来，都来都来都来，都来啊！来，哇，哈哈，这招最管用。直接打出去了，哎，哇，直接飞走了。哎，缆车，缆车呢？啊，我可惜我不能坐啊，真是。代表他们山上有一个，可能有一个基地啊，干嘛的？不然怎么会一直有缆车下来呢？我上次还没挂，爆头一下。天亮至少没有这么可怕。OK， 我们先要先离开这个地区。那前面呢？啊，等一下等一下，我的能源好像不太够，而且水有点口渴啊。这糟糕，这附近好像没有商店可以让我抢一下的。有可能我们需要找地方。请求支援一下，不然就是要先在这边过夜啊！啊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